好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新任的店长是个认真努力的忠诚员工。没错，超适合担任这项工作。太说的对，你们都认识他，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。热烈掌声欢迎新任的店长章鱼哥先生。在啊，耶哈，祝你下次好运，兄弟！耶，赞了赞了！比金宝的乡亲父老，身为新任店长的我，海绵宝宝，请等一下，各位，谢老板要交代我非常重要的任务，请说，谢老板。我现在是在害我自己怎样来着？是不是把这东西走开？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求过。你说什么也聪明。我求到几点了？因为我还对着麦克风重复你说的话。哎呦，你帮帮忙嘛，海绵宝宝，店长不是你了。这吧，店长不是你了。可惜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海绵宝宝，你是非常优秀的厨师。我升章鱼哥当店长，是因为当个店长是一项重责大任。好了，面对现实，他比你成熟多了。我不够成熟。哎呦，小子，我已经尽力说得很婉转了。我应该要怎么形容你？应该说你是……我想想看啊，俊康。不，等一等，不对，不是俊康。小傻瓜蛋。接近了，不对，不。无厘头。太渣了。搬到无与伦比的呆瓜。好了，够了。听着，我很想跟你说的是，你只是个孩子，要成为一个店长，你得是个大人呐。不然人家会笑你童子军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是说，你懂了吗？大概懂吧，谢老板。海绵宝宝，第一名，好伤心，第一名，好伤心。可怜的孩子。海绵宝宝，万万岁！海绵宝宝。为海绵宝宝欢呼吧。哈喽，大家跑去哪里了？我错过什么了吗？又看到我的屁屁了？内